Radio Jungle. Audio Jungle. 原标题：三国吴国的亡国，其实更值得如今千万家长的反思。刀叔观点说，孙皓残暴，深层次原因则是畸形的成长环境。孙皓242年到284年，即吴末帝264年到280年在位。字元宗，一说字元景，出自册府元规，一名彭祖，字浩宗，吴大帝孙权之孙，废太子孙和之子。三国时期吴国末代皇帝孙皓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，生性多疑且残暴，设立诸多酷刑。他曾杀死或流放多名重要宗室，如杀害孙策之孙孙凤，流放孙霸二子，诛杀孙奋及其五子，杀死异母弟孙谦、孙俊等。对大臣，他也常常施以重刑。仅丞相一级的官员为例，除张悌在亡国之际战死外，濮阳兴被流放处死，夷三祖、万玉被遣自杀，全家遭流放。陆凯死后数年，全家被处以流放。此外，孙皓非常迷信，常凭借运力、旺气、事补、谶语之类的原因来决定，如迁都、用兵、皇后废立等重大事件，并因此一直坚信自己将统一天下。这位孙先生和大多数亡国之君一样，是个能整事的人。孙皓为了找出那些心中对他不满的大臣，想出了一个奇葩的计策。俗话说，酒后吐真言，孙皓当然也听说过这句话，因此他经常请大臣们饮宴。但是喝酒的时候，每个大臣的身后都有几个监酒的人，谁要是不往醉了喝，就得挨打。当然，这帮人不单单监酒，身上还带着本本。等这帮大臣们喝醉后开始说酒后之言的时候，他们就把大臣们说的话记录下来，谁心中没有几句对领导的怨言呢？于是这帮大臣们在喝醉酒后开始纷纷说起皇帝的不是来了。酒宴结束后，孙皓就按照记录的大臣们的酒话抓人，该打的打，该杀的杀。陈寿《三国志》对孙皓的评价：皓之淫行所滥，欲必流处者，盖不可胜数，是以群下人人坠恐，皆日日以计，朝不谋夕，其淫惑污助，骄至祥瑞，以为至极。西顺与公驾，至圣之德，犹或使是重臣，与为女婢，或拜昌言，常若不及，况号凶顽，四行残暴，忠谏者诛，谗语者尽，虐用其民，穷淫极耻，以妖首分离，以泄百姓，既蒙不死之兆，富家闺宁之宠，岂非旷荡之恩，过后之责也哉？孙皓被俘之后，司马炎跟他喝酒，说：听说你很会作诗，现在作一首来听听。孙皓举起酒杯说：昔与汝为邻，今与汝为臣，敬汝一杯酒，为汝万年春。呵呵，有意思。不过说孙皓残暴，究其原因还是家庭的成长环境。孙皓的父亲孙和是废太子，本来他是有机会掌握皇位的，不料他的一个姊妹全公主跟孙和的母亲王夫人不和，故意谗言陷害孙和，图谋不轨，意图险恶。当时老眼昏花的孙权于是相信了全公主，废除了太子孙和。后来孙和被赐死，从此作为废太子的儿子，孙皓一直被朝廷的监管下成长，一直都是胆战心惊，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人头落地。于是久而久之造成了他故伎猜疑，残暴不仁，有一种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的性格。家庭环境、成长、性格、行为，希望您今天能有所收获。本文系刀木手札工作室原创精品，全网总曝光15亿次的优质 MCN 自媒体，欢迎关注。